我给你们拍点现场直播。碧云路上，你看看这车互撞，哎，你看这人，哎呀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小孩，你看这人，人冲跑了，人冲跑了，哎呀呀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拉着东西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哎呀，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孩子，一个孩子，一个父亲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呀，小孩冲跑了，人冲跑了。像不像拍恐怖片儿？我的天哪，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帮我们报个警，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五号线，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转发。车厢来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，往那边去，外边可能没，外边水更高，车厢外边水更高。吓死我，现在手都是抖的。还有个女的在里边已经不见了，这个男的下去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人。哎呦，抖死了。那、我们家楼下这个这两个人都已经淹死了。我刚刚在那看的时候，那一个女的还会动，现在这个白衣服这个男的已经头朝下，那个女的已经不见了，好吓人。辛苦了，没事没事。有麻头剩子啊，打算来找你俩。哥哥们，麻头剩子，我也是这。这走不正的呀。这个职业机器啊，我车都翻了，它是避人路啊。那边车。战地记者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格勒蒙那个肩膀。你后边！呀，我靠！大家一定注意安全，不要外出。